欢迎大家收看乔林日志。今天要来介绍大家一家新加坡有名的日本直送蛋糕连锁店，叫做 CHAPERAISE。 这是位于在新加坡 Tampines 的一家分店，位在 SMRT 出来的一楼，里面蛋糕都很可爱。本身乔林 Elsa 很爱草莓和抹茶蛋糕，先说这不是业配。它的官网蛋糕照片也拍得很漂亮。官方 IG 也有很多漂亮蛋糕照片。直送的蛋糕，这袋子外面写的应该是俄罗斯文吧 Shartoisei， and this one I want to go with my little milkshake. This one is a strawberry milkshake. Okay, we go. Let's open it. Okay， 它这个
边有写的是日文、英文，然后教你怎么就是 opening 这个带这个盒子。OK， 这边有一个小小的 tape。整个不会很甜，然后好像是很松软哦。我刚刚其实就有吃到红豆 ，second， 好，嗯 ，OK， 吃完蛋。80cc， 然后搅拌80cc。